来，幸福人妻侯佩岑远生时尚咖，时尚代言接不完。9月5日，侯主播为某珠宝品牌代言，厂商为他特制婴儿车，让他直呼压力很大。目前正积极造人的他，到哪都离不开此话题，他更害羞自爆。他如果早两年送我婴儿车，我可能会觉得不要催我，现在这个我正需要大家祝福努力的时候，我觉得收到这个真的很感动。其实我没有刻意调身体，然后我就是希望顺其自然，那就是就是那个希望可以就是频率有变多啦，那其他没有特别准备这样。虽以为人妻，但他与天王周杰伦的恋情曾轰动一时。周杰伦名气连续三天正在台北小巨蛋开唱，谈起周杰伦，侯佩岑不忘热捧旧爱，再度展现超高 EQ。他的票很难买哦，如果没有提早买可能看不到，这次没有提早买票，所以可能没机会了，下次早点买。此外，侯佩岑老搭档吴宗宪女儿吴佩如想进演艺圈，并视侯佩岑为目标。身为前辈的侯佩岑也对宪哥女儿做出肯定的评价，也预祝对方心路顺利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